都没有德云社翻不了的车，哪怕是一班之主的郭德纲也有抢词的时候。我就想问，像孟鹤堂这种情况得跪几年？郭德纲，太对了。父不言子姓，师傅对不住。父不言子姓。哎呀，捡起来算成片花啊！滚动播出。于鹏此生最大的耻辱就是演到一半拉肚子，然后被师兄弟嘲笑了十年。对不起，朋友们，我肚子疼，我太历史以来第一次，从来也没有这样子。十年之后，历史再次上演，九南被三百人催着飞奔离场。好歹要个脸，三百多人催着我拉屎的，我要点脸好吗？我好歹我现在我又不是三百多人看你啊，去吧。刘玲一脚直接把副总踩地上，以后的仕途不好走呀。唱歌要是不破音，就不是二哥了。穿过岁月不同的脸，猝不及防传入你的笑脸。我曾难自拔，于是心碎的也沉迷于心中繁华，不得真假，不做挣扎，不去笑话。岳云鹏下场找不到下场门被群嘲。招聘嘴瓢叫错师傅名字，师兄弟们全员吃瓜状态。介绍一下我自己，我是郭德香，郭德纲先，郭德香，郭德纲先。堂堂六队队长生日当天，在台上裤子崩开了。这么吧，不好意思，我裤子开了，我这自拉一个劲儿。